Hey, what's up, everyone? We're gonna be playing some Love Is All Around. So, this is actually a pretty cool game that I saw on Steam. And, I believe, let's see here. Looking at it, you can see it's in Chinese, but there are English subtitles. But, yeah, let's go ahead and play it. Go.逗我呢你！我就这条件，我哎，服了，服了！我有几个合租的客户，都是漂亮的妹子，而且房租绝对便宜。 I'm trying to go for Lee Yunxi. We'll see what happens. <noise>在这儿，除了我，你是不是就没有别的朋友了？还真有一个，几年前绘画论坛上认识个网友，聊得还挺好。然后呢？联系方式没了呗，失联了。那不等于没有？ 做这个，你不比从前了，别挑三拣四的了，赶紧的，还得给你租房呢。就算我再穷，我也不坐你这破车的。你快点！哎哎哎，这个可是优质客户，我跟你说，你这个你要是相不中的话，那真就没了。这小电动还挺刺激。哎，到了啊，来进来。你呀。 现在这点钱只够合租的，这个房子是我找到目前最好的了。来，你进来，来，你看看，怎么样？我先去给客户回个电话，你先看着啊。Okay, let's check out. Check out the bathroom here.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Put it nicely, man. 哎呦，好香啊。 我去，这水龙头是坏的，得让房东修一修。 Go right. <noise>这沙发好硬啊，硌得慌。哇，好少女啊！ 写的还挺可爱的，嗯，头绳2.5块，记得这么细啊。Okay, we got the key information.
plates. 嚯，这盘子洗得还真干净。How'd you put your hands on it, though? Okay, we got the key information there. Huh. Now we can continue. Where else to go? Didn't we get all the key information?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e're missing here. Stage. Okay, we get here already. There has to be something I'm missing. Nope.还行吧，不过这合租吧。你先来看看你房间，来。是你，真？你俩认识啊？那正好了，以后合租方便了。啊？可是我租房的时候说过不跟异性合租的。是吗？嗯。我先看看合同啊，没事。这个，你看，这上也没写你说你不跟异性合租啊。但当时租房公司答应我了。哎，那个，口头协议一般都不作数的，是吧？啊。合同上没有规定，我确实有权合租啊。可是我当时跟租房公司约定好了的。但大家都是看合同的呀，啊，你放心，合住的话我肯定不会打扰你的。要是你违约，可能还会有点违约金哦。嗯，对，肯定会有违约金的。这个你违约了，是不是？啊。Okay. 啊！有蟑螂！啊，哪呢？我给它灭了。这里。哪儿呢？啊？也没看到啊。我最怕蟑螂了，我可怎么睡啊？嗯，这样吧，那你在沙发上睡，我给你守着。嗯，那好吧。你不睡吗？啊，我天天熬夜。Okay. 谢谢啊。我怕你着凉。我给老刘打电话。喂。老六啊，这房子有蟑螂啊！你联系房东，赶紧把蟑螂赶走。我跟蟑螂啊，只能留一个啊。啊，毕业典礼不能来了吗？哎，没事儿，我早就说不让你们来了，来这一趟也没什么意义。嗯，好了，你们来了我更麻烦。
小鹿，毕业典礼家里人怎么能都不出现呢？顾一哥，那，哎，别傻站着了啊！来，我给你拍照，来，站到这边，下一个啊！哎，再笑得开心一点啊！嗯，不错。I think her eyes were closed. 我是he edited the background well, unless he has Photoshop skills. 今天谢谢你了，顾一哥。嗨，举手之劳。哎，照片 P 的真好看。主要啊是人好看。顾一哥，你怎么天天吃这个？啊，这个省钱，而且味道也不错。可是省钱也不是这么省的，身体最重要。哎，对了，顾一哥，你怎么天天都过这么节俭啊？做生意失败了，欠了不少钱，我现在富二代，负债的富。顾一哥，你负债还表现得这么轻松，真厉害。其实我毕业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在这个城市有自己的家，我也在努力攒钱呢。真好，那我们都努力挣钱。嗯，那我们比赛攒钱吧，看谁攒多。好啊，明天我就有一个工作面试，工资可不低哦。顾一哥，加油！嗯，加油。Oh, I think he's getting closer to her now. 您好。来了，坐。谢谢啊。这是我简历。顾毅，对，啊，怎么是他呀？人到齐了，开始吧。其实没必要浪费时间，你没资格坐这儿，你走吧。我是被邀请来参加公司面试的，您是不是看错资料了？看成别人的资料了？顾毅，是你吧？没什么工作经验，你怎么觉得你有资格在这里工作？我真是浪费时间。顾毅。刚刚那面试官挺讨厌的。这个世界倒是什么人都有啊。你这么大度啊？为了生存呗。你看起来不像是个缺钱的人呢，怎么公司破产了？嗯。我就随口说说，真的给我说对了。对。哎，做生意破产，负债不少。我来这个城市就是想办法还债，不想脱离身边人。所以你是偷偷来这儿的，你身边的朋友都不知道。嗯。挺爷们儿的嘛，改天再聊，我还得参加个面试呢。哦，拜拜。Wonder if I should have argued. 你说他这话的是什么呀？你们懂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呢？这种话也能卖钱？你这话就是浪费颜料，扣钱。老板，你听我说，这是名画红黄蓝的构成，我给改造了一下。你少和我解释。再解释，走人！我，老板，这幅画我要了。云丝，其实你这幅画真挺好的，特别有想法。你要不要考虑换工作？啊，我找了十几份工作才找到这个。应该不好换。云思，谢谢你啊，帮我找到这么好的工作。
其实你也不用谢我，还是因为你自己有这个能力。喂。喂，你是不是在一个美术馆呀？你怎么知道？我刚出差回来，路过的时候看见你了，我先过去找你啊。哎，别别，怎么给挂了？肖路，这次二百零。顾一哥，你新工作看起来真不错哎！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你怎么也在这儿？云思介绍我来的，带培训班，学生多的话钱还不少呢。那你现在是不是缺学生？对啊。没有学生就没有奖金。是啊，招生才给奖金呢。我可以做你的学生，不过我得先考考你。先给我画一幅画像。A triangle here. 顾一哥，你答应他吧。More than a triangle. 有奖金呢。Square. 我觉得这个考验也挺合理的，你就画吧。那我给你们三个人都画。Oh man, this is gonna be so hard. But I want to go for her. 顾烨，我很喜欢，谢谢你。I don't know if I should. 一会儿你们都有什么计划？今晚我朋友在叫我轰趴，你要不要起来？我可以把他们发展成你的学生。I said I was gonna go for UC, so. 我这边想把一个房间改成画室，其实我挺想让你给我点建议的。顾一哥，我们公司要画一个墙绘，我可以跟老板申请，让你试试。可以的话，一晚上能挣500呢。My God, this is so hard. But I said I was going to go for UC, Lee UC, so. 你怎么刚一进屋就开始看画了？随便看看。那你看出什么来了没？这是毕加索的不朽巨作。这幅画呢，刻画了一位极其悲伤的女人，悲戚的命运与感情，用粗放的颜色、细密的笔触刻画了出来。画中呢，多用三角形，人物的悲伤表现得极其尖锐。至于这幅《拾穗者》，这可就更厉害了，这是法国画家米勒的《拾穗者》，这幅画表现的是民众的疾苦。但你看啊，这三个拾穗者的头巾，米勒却使用了红、黄、蓝三种不同的颜色来表现。红、黄、蓝三颜色呢，在这里运用的十分巧妙，画面整体也使用了迷人的暖色调，使整个画面啊，给人感觉安静又庄重。最后这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嘛。荷兰黄金时代三大画家维米尔的代表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这幅画呢使用了全黑的背景，使画中的人物尤为突出，就好像在黑暗中穿透出来一缕阳光，达成了相当强的三维效果。说的都很有道理，顾英挺厉害呀。There we go, we won her heart. 哎，这个好好看。这有什么好看的？那个，我宣布个事啊，今天呢是我第一次发工资的日子，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呢，我最要感谢的人就是 ，Oh no， 你 ，Oh good， you got them all three。话就不能一口气说完啊 ？They all like。今天呢，我请你们吃大餐。谢谢你，顾烨。大餐就一块蛋糕啊，
大三还在后面呢。龟哥，大餐是什么？你们等着啊，我这就去给你们做大餐。Oh man, he has no money. 谁呀？我去开门。顾毅，今晚上大餐都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Really? 要什么有什么？房租有吗？房东啊，您怎么来了？交房租啊。你让我缓两天行吗？不行，要么交钱，要么搬出去。我真没钱呀。没钱？没钱吃大餐？要不我给你收拾行李？别，那我住哪儿啊？去我那吧。我们家我那每天都有聚会，人也多，多你一个也不多。去我那儿吧。我们家现在空了一间卧室，主要离你上班的地方还近。我那儿还有个画室，可以画画。I'll go for you too.赶紧的吧，云思，那我去你那儿住几天行吗？当然可以了，那我一会儿跟你一块收拾行李。Sorry， 小卢。主要是他家有两个房间，有两张床，离我上班还近。喂，出来喝酒，别问为什么，不爽。I hope everything works out here.进来啊，我们家不是第一回来。Wow, she has a nice house. 是，我这一回生二回熟的。你喝什么？啊，喝水就行。哇，这房子真大啊。你在看什么呢？这幅画你还没画完啊？给。谢谢啊。哎呀，我最近啊，胳膊也疼，脖子也疼，有点画不动。肩膀疼？我终于找到报答你的方式了。哎，来，坐。干嘛呀？你先坐。不是，你干嘛呀？给你按摩呀。啊，别！哎，没事，我按摩特别厉害，真的。是这里吗？在上面一点吧。那是这里，差不多吧。你转转头。感觉怎么样？哎，那个，顾毅，你自己再转转吧。尿急了，尿急了。我闭上眼睛了，你起来，我什么都没看见啊。顾毅，谢谢你，你可以睁眼了。哦。你怎么还不睡觉？啊，我睡不着。啊，对了，你以后要是洗澡的话，你跟我说，我就出去。
那也不怪你，我自己在家中穿习惯了。要不这样吧，以后咱们制定一个穿衣标准吧。这不用了吧，太麻烦了。不麻烦。这个你觉得怎么样？好像差点意思。你看看我这套怎么样？还是不太行。真的？那我再换一套。这也怎么样？这个好，这个特别像大学生。那这样，我们说好了，以后在家就穿这个了哈。好。那我先去睡了，晚安。这是什么呀？这是我给你买的水果花，好看吗？水果花，它怎么这么奇怪啊？因为这样比较浪漫呀。来，我喂你。Fruit flowers with grapes? Interesting. 哎呦！哦。哎，我去开门。What's this?顾毅，你逃不掉的。沈慧星，看到我开心吗？有没有想我？Wow. Again, I am continuing on with Lee Yunsi. So, rewind to reach the target.Rewind to reach the target. Okay. What if I was supposed to kiss Lee Yunsi? Let's try that. Let's do the kiss and see if it happens there. 尿急了，尿急了。Okay, let's go for the kiss. Oh. Okay, that wasn't a good idea. 你听我解释啊。没什么好解释的，我困了，先睡吧。玄思生气了，我得做点什么呀？干什么？咱俩扯平了，我脱了给你看回去。你搬走吧，你不适合住这儿。Oh my gosh！ 靠，这次玩大了。走之前给云思道个歉吧。Interesting storyline branches.进屋睡吧，谢谢你的话。这是什么呀？这是我给你买的水果花，好看吗？水果花，它怎么这么奇怪啊？因为这样比较浪漫呀。来，我喂你。Take a bite. 哎呦！哦。哎，我去开门。
慧星，看到我开心吗？有没有想我？Okay, so that wasn't it. So there was a branch right here. 云思，你听我解释啊。没什么好解释的，我困了，先睡吧。云思生气了，我得做点什么呀？这是我给你制定的作息表，以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我绝不会走出卧室，也绝对不会给你造成困扰。这个我倒是能接受，但是你画的有失水准啊，线条还有构图都不够精准。那就请你给我多多指导了。开玩笑的，挺可爱的。Okay.这是什么呀？这是我给你买的水果花，好看吗？水果花，它怎么这么奇怪呀？因为这样比较浪漫呀。来，我喂你。哎呦，哎，我去开门。慧星，看到我开心吗？有没有想我？Okay, let's go back.云思，你听我解释啊。没什么好解释的，我困了，先睡吧。云思生气了，我得做点什么呀 ？There was a second branch. It can't be that.All these branches here. So this one allows you to go here, here.云思，你听我解释。没什么好解释的，我困了，先睡吧。云思生气了，我得做点什么呀？咱来扯。你搬走吧。给云思道个歉吧。Oh, you can go over here. This is what? How come it's so strange? Okay, so we did the various. Okay, that one that we did, this one we did, and this one we did. Unless it's wanting me to, Unless it wants me to do hers. Let's see what happens if we choose the other route. 打完了，怎么样看呢？
不错吧？还行吧。不过这合租吧。哎、你先来看看你房间。Let's see here. 这合同上没。老六，咱们再找找其他房子吧。我跟你说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环境也好，价格也合适，咱不亏力，咱凭啥不租啊？哎，别叨叨了，人家女孩不想跟异性合租，能理解。顾毅，当绅士不是这个时候当的啊，你得看看你的处境。哎，别说了，咱们走了。哎，等等，合同上没写清楚。确实是我的问题。哎，你看，人家这女孩多通情达理啊！啊，以后你们在一块合租，那肯定很愉快的。那谢谢啊。哎，签合同吧，行不行 ？OK。啊！有蟑螂，有蟑螂！啊，哪呢？我给它灭了。So we know that if she goes to sit there.毕业典礼不能来了吗？小鹿，毕业快乐！小鹿，这人谁呀？没听说你有男朋友啊？我还没追到小鹿呢。别瞎说！那他是谁？是我一个哥哥。小哥哥吗？小鹿。笑一个，interesting branch right there。您好，来了。Oh, what happens if I confront the interview in anger？ 是你在浪费我的时间，我没资格坐在这里，你叫我来干嘛？你什么你？把我来这路费报了啊！我不多要你的，3块钱公交费。扫码付款。人事都找的什么人？故意。Okay, that was an interesting branch right there.你说他这画的是什么 ？Let's try hers first。顾一哥，画的真可爱。我怎么觉得画的都是同一个人呢？一会儿你们都有什么计划？顾一哥，对不起，我沾到颜料了，怎么办呀？重新画是不是呀？那也来不及了。嗨，没事儿。这样就没事了。顾一哥，你真厉害。顾一哥，你笑什么？我笑，你刚才紧张的样子特可爱。Okay, that's some interesting. 顾一哥，你看那有个气球哎。你想要吗？嗯。那你等着。Dude, that's risky.不用了。不行，我今天必须把它弄下来。哎呀，我这……顾一哥，我真不要了。不行，我还不信弄不下来呢。哎，这……啊！ Oh, you hit her in the face, dude. 我真的不要了。Uh-oh. 哎，这个好好看。这个。
这个看起来真好吃。大才有一块蛋糕啊？都有都有啊，蛋糕都有啊。顾一哥，大才。Let's share the flat。我还是不搬了吧，怪麻烦的。小鹿，房租我下个月给你。嗯，我帮他付。你帮他付？前几天交房租的时候不说没钱了吗？我还够，赶快吧。你俩行。我有点事儿，那我先走了。当当，今天中午没做完的饭，我又做了一下，来，给你尝尝。Egg with tomatoes， 好不好吃 ？This is something similar that my mom used to cook。谢谢你啊，小鹿，你帮我付完房租，你也没钱了。没事儿，等你有钱了还我就是了。还吃蛋糕啊？你中午没吃够啊？其实今天是我的生日。啊？你怎么不早说啊？我都没给你准备礼物。没事儿，你能一起过已经很好了。不过我还是有一个愿望的。那什么？不用花钱，不用花钱就能实现的那种。那你说，我肯定帮你实现。那。陪我去个地方，走。耶！跟我来。私自翻墙，罚款50。啊，这怎么还不让进啊？这里有什么特别的吗？为什么要来这儿啊？我看网上说这里是看流星雨的好地方，不过算了，现在也进不去，咱们走吧。哎，我要不带你翻进去吧？不用了吧，以后再说吧。Oh, what if we climbed over the wall then?别不开心了，以后我一定带你去更好的地方看流星雨。可是只有生日、流星一起许愿才是最灵验的呢。那你的愿望是什么呀？也没什么特别的，我去休息了。She's so sad. We're gonna have to rewind time here. 啊，顾一哥，你在干嘛？这幅画送给你，作为小小的礼物。谢谢顾一哥。你的黑眼圈怎么那么重啊？是昨晚没睡好吗？啊，画画不睡觉，有点困。顾一哥，我今天买了好多东西呢，够我们吃好一阵了。也不至于买这么多吧。划算嘛，省好多钱呢。顾一哥，其实我一直喜欢两个人一起做饭吃饭。那以后咱们就一起做饭吃饭。顾一哥，来给你尝一下饼干。啊谁啊？我去开门。我去吧。Ex-girlfriend? 顾毅，你逃不掉的。啊，沈慧星？看到我开心吗？有没有想我？
have to do is thank Jean yet next. So first, though, I want to see what happens if you chose to... Well, there is no branch over there.不着急，不着急。顾一哥，大餐是什么？赶紧的吧。郑子言家看起来最不添麻烦。那走啊，别墨迹，我先帮你收拾东西。顾毅，我还有点事儿，那我就先走了。进来吧。喂，啊，大家都到了呀。好吧，好吧，我马上来。古毅，我得去一趟聚会。反正你就把这当自己家，然后你随便怎么玩。你要闲得无聊的话，你也可以帮我收拾收拾，但是我现在得走啦。OK。无聊的时候可以玩。输的人喝两杯，真会玩。She loves her snacks。郑子言可真能吃啊。这书也太新了，买来都没看过吧？怎么连这个都有啊？这能用来干啥呀？编辑郑子言，看不出来这郑子言还挺厉害啊。好久不都有，行家呀。She loves her alcohol。还挺甜。调酒壶都有，行家呀。Oh, that one, we got it ready. Okay, continue. 喂。喂，我没钱呢，只能跑着去了。Oh no.
I was like, how is he going to pick her up? He's broke as hell. 人呢？哎，这定位不就是在这儿吗？小鹿。无意。哎，你怎么喝这么多啊？你管我，快点扶我回去。啊、哎呦。Did she puke?把衣服晾上。不是吧，大姐，你还喝？你昨天晚上都喝成啥样了？顾毅，你说我今天晚上还去聚餐吗？开心最重要，你自己做主。哟，没想到你还挺大气的嘛。我大气？我哪大气、啊、昨天我都折腾成那样了，你不但不生气，你还让我开心就好。怎么不生气啊？当时你死沉死沉的，我老生气了。谁死沉死沉的了？不过啊，一个小小的善意提醒，玩归玩，你少喝点酒对身体有好处。行吧，我接受你小小的善意提醒。哎呀，不是都说了吗，我不去。嗯，是哦，那确实是挺久没见的了。嗯，哎呀，我不去不去，拜拜。我看你不是挺想去的吗？怎么不去啊？谁说的？我不想去。关键你能控制得住吗你？能。She's bored.女士，想喝点什么？我可以为您调制。你还会调酒啊？哎，你稍微入点戏啊。当然，我是本酒吧最好的调酒师。可是我没带钱哎，怎么办？早有准备。用这个，必须给你沉浸式的酒吧体验。可是我不知道喝什么，你推荐一下。我推荐这杯零酒精的果汁酒。零酒精也好意思叫酒，女士，为了您的健康。昨天晚上忘记给你了，谢谢啊。你怎么不高兴了？我就想到了一些事情。什么事儿啊？没准儿。我能帮你分担分担，等以后有机会我再告诉你吧。啊，那晚安。那我回去睡了。嗯。顾毅，今天晚上谢谢你。That last image。回来了、啊。你回来了。哎，你还会做饭啊你？对啊，我之前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我的舍友可是星级米其林大厨，他教我可多呢。五星级大厨？对啊，他说我的厨艺可以当星级大厨了。那我有口福了呀。我告诉你啊，只有在我心情好的时候，你才有口福。嗯，明白。谁啊？啊我去开门。顾毅，你逃不掉的。沈慧星，看到我开心吗？有没有想我？啊，我。
So now it's almost close to chapter 3, but whose arc did we miss here? What happens if you do this? 龟哥。 你呀，别呀，哥，我在这儿都住出感情了，你别让我走行吗？交钱，交钱就能住。除了钱，我什么都能给你。你呀，这真不要脸呐！你们三个别光顾着看呀，帮我说句话呀，关。 They think you're a poor loser. You're like loser. Okay. 龟哥. Okay, we did that already. Come on, lad. This is a very good thing. Interesting branch. 现在能告诉我，咱们为什么来这里了吗？我看网上说，这里是看流星雨最好的地方，而且都说流星雨许愿与生日许愿叠加会双倍灵验哦。嗯，勉强有一点点道理吧。你不许笑我。你的愿望是什么呀？我的愿望就是希望你能早日还清所有债。 这么多乌云，什么时候能看到流星雨啊？哎，别着急，再等等啊。哎，有亮光哎！哪有亮光？Police！赶不到！哎呦，哎呦，快跑！龟哥，怎么办呀？ 干什么呢？ It didn't work out. Oh no. 都跟着都快点啊！跟着点。别担心啊，就我这口才，肯定不让他罚款。你等我啊。哎，保安大哥，你听我说啊。 罚呀，罚一百，收据我都写好了。你俩谁扫一下？They're both broke. 给吧，不给还涨价。下回都注意点啊。
Nope, that's a bad one. I should alert the security guard. Hey, 小鹿，罚款我发了工资再给你啊。没事，就是今天没许成愿。算了，我先回去休息了。That's like a sad one. A sad branch right there.怎么了？来，把眼睛闭上。啊？为什么？哎，你就闭上，跟我来。哦。你要带我去哪儿？哎，你跟我来就是了。慢慢睁开眼睛。哇，好漂亮啊！我做的。来，快许个愿吧。嗯，这样许愿肯定灵验。So that's an interesting branch story right there.Let's go back and let's say that you were to lure the security guard away. 酷一哥，怎么办呀？哎，没事，等安全你就跑啊！啊！来追我呀！我在这儿呢。哎，别动！快跑！别跑了！快跑！都快点跟上他！你别担心啊，就我这口才，肯定不让他罚款。你等我啊！保安大哥，你听我说啊。怎么样了，哥？他罚款吗？罚呀，罚100，收据我都写好了。你俩谁扫一下？啊，给吧，不给还涨价。下回都注意点啊。Okay, so the result. Let's see here. So now you get the next chapter now. Finally. But I wonder if it lets you do chapter one as well. Let's see here.Where this one goes. Gui哥，画的真可爱。Where did we do that? Yeah, it looks like. 一会儿你们都有什么计划？今晚我朋友在叫我。干杯！干杯！怎么样，大家有没有兴趣跟我们顾毅老师学画画？只要顾老师今天不喝多，我就跟他学画画。我跟一票，不过跟喝酒多没意思啊，咱们玩个游戏。
接下来可是绝杀局啊，如果紫妍投中，顾毅不光要喝光杯里的酒，还要额外再喝一杯。郭老师，明天上不上你的课可要看你今晚能不能清醒哦。啊，输了，我喝。啊，你刚才属于失误，你可以重新投球啊。顾老师，这是怜香惜玉啊。顾老师是觉得紫妍放水，故意输给你。顾毅，你别瞎说，我没放水，输了就是输了。好，那我赢了。他们走了。你休息会儿，我收拾一下。顾毅，你为什么知道我是故意让着你的？你刚才那个眼神，还有你投球偏差的也太夸张了。那你为什么没拆穿我？因为我想了一下，你就是喝的有点多。Look at those eyes. 算你还有点聪明，没有自作多情的坚持说我故意让着你。可咱俩一个没枕头，一个没酒量，都有点菜。哎，这个好好看。Okay, we with that branch. Let's do this one because we already did that. It'll get us out of this right away. 贵。你别呀，哥，我在这儿都住出感情了，你别让我走行吗？交钱，交钱就能住。出了钱，我什么都能给你。Okay, we did that, Branch. You know that Branch did that.有实力嘛，我就喜欢这样写实的，什么抽象的、卡通的，我都不喜欢，这样才见真本事嘛。Okay, so that does that. 一会儿你们都有什么计划 ？We'll go party with her, and then we're gonna select the other. 干杯。是不是傻？我真没让着你，我刚就是喝多了没准头。顾老师可能是有点自作多情了。哎，这个好。I think we did that already. So we'll just try to get out of this one real quick. 顾一。Oh, actually, we just go back here.This one, 这个就更厉害了。If we 这是法。Chose the other. 其实我一直不明白他弄的这个黑色背景，我觉得有点取巧。怎么说呢？这么写实的风格，怎么能弄黑色背景呢？光源是啥？不合理呀。嗯，有些观点说的不错，有些地方就……啊，我还得加强学习。没关系，我这有些书可以帮到你，我去找一下。哎，这个好好看。Okay, so that. 这有什么好看的 ？That does that. What happens if I were to choose? 这是毕加索的不朽。这个挺好，有主题，有表达，都好。但你看后面骑马的那个人多可恨，你再看后面那个像小山一样高的麦堆，那骑马的人把成山的麦堆拉到自己家里去，
让这几个农夫弯得那么大的腰且麦穗。生气，话肯定好，但我看着堵心啊。至于这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Okay, we got this one already. 荷兰黄金时代。有些观点说的。So we got that. 哎，这个好好看。这个。What would happen if I choose this other branch? 你怎么刚一进？我靠，这毕加索就是个渣男。这个哭泣的女人画的就是他的情人，人家为了他都精神崩溃了，九年的青春都给他了，他给人家画成这样。我承认这幅画好啊，但我不认可他对待感情的态度。还有这幅拾穗者。So we know it does that, okay. Put the balloon in the tree, hit, of course. 顾宇哥，你看那有个。Just buy her a new balloon. 那我去给你买一个。不用了，我又不是小孩子。你等等我。真不用了。你在这等着。那。谢谢顾一哥。哎，这个好看。So pretty much, I think now we got all the branches. 、pretty much we did. Okay, so next time we will try chapter 3. Oh wait, this is not 100% yet. Okay, we got hers. What a thrill, we got hers. What are we missing? 你俩不是都说了吗？我不去。玩扑克呀，出乌龟，谁手里胜张大王谁输。好，输的贴纸条。来呗。纸条呢？这个，我都看不见了，这还怎么玩啊？真没劲，不玩了。Yep, you knew she was gonna be bored by playing cards. 回来了。你回来了。不玩了，老输。Yep, I expected that. 回来了。So we got that. Let's see over here. What happens if I set the other? 要我说啊，你就别去。理由呢？天天聚会喝酒，你身体不就毁了？你昨天自己都回不了家了，你知道吗？还要我去接你，还把我衣服都弄脏了，根本洗不出来了都。就因为这样你就劝我别去啊？你够小心眼的啊！我小心眼？我昨天跑着去接你了，你知道吗？我今天都没衣服穿了，真不知道你天天傻得图什么呢？你呀，就是在浪费生命，你就迷失方向了，你知道吗？至于吗你？这样就说我迷失生活方向？我告诉你啊，我的生活方向不需要别人指引，不就衣服吗？我陪你。
这样，今天晚上我陪你去喝酒，我接你回家，这样我们俩就扯平了。说定了，今天晚上必须去。Oh, she's adamant.4-6. 5-6. 直接比大不行，我真喝不动了。不行，你接着喝。无意，你可真沉。我跟你说啊，你昨天晚上可比我沉多了。无意，你没喝醉，你耍我，打你。哎呀，疼疼啊！该死！哎呀。赔给你的衣服。哦，我看看。哇！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都得收下。你收下了，我就不欠你的了。嗨，怎么样，帅不帅？挺好的衣服，怎么在你身上穿着就不显好了？那你别管，帅就行了。反正咱俩可算是扯平了。没扯平，你这件衣服啊都能卖我那10件了。我想想啊，那你至少还能在我身上多吐9次。 OK， 我回来了。你回来了。 So now there are three. I mean, you got these options here, but let's see what happens when youmess up with this one. You said it. Hey, you're doing what? You're doing what?赢了就是赢了，干嘛抢我酒？游戏不带这么玩了。无意，我跟你说，你不用让着我的，我不需要你让着我，听见没有？行行行。你这衣服也太贵了，都能卖我10件了。哎，退回去。哎，退不了。哎，你这也太浪费了，你。怎么，我给你赔件衣服还赔出不是来了？反正我赔你了，你不想要就扔掉吧。91% now. I wonder whose branch that we're missing.
顾一哥，画的真可爱。So he did that. 一会儿你们都有什么计划？你怎么刚 ？Okay, so we did that branch. Who are we missing here? We did that. We know we did that. This one led to this branch.Ball competition. Oh, there's two. Okay, let's see. Okay, we know we did this one already. The balloon, we did this already. And this one leads to this. And then we got the...four different ways of doing things. And then her branch ends with here. So there's someone's branch we're missing. This one keeps on blinking. Let's see here. Hey, this one's cool. Okay, we know it's not that. Okay. And we know this one.Right here.我是被邀请来。顾毅。你说他这。Okay, she gets you a job here, but 谢谢你啊，帮我找到这么。I don't know what other branches there are. Let's see here. 啊，毕业典礼不能来了吗 ？No, we did that already. 哎，没事儿。哎呀，打完了。Okay, we did that already.Well, hey, let's do this real quick. 哎呀，打完了。And then we persuade. 合同。啊！有蟑螂！有蟑螂！啊！哪呢？哪呢？啊！毕业典礼不能来了吗 ？I think we got everything for her.There's someone we're missing. And we did each of the three.
these eventually lead to here. And we ate the cake. We went. Okay, we did her and the meteor. I wonder if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Rumi selection. Let's see. Got. It feels like you'd see there's not enough. Let's see here. Okay, no, we did this already.这有什么难的？来，看好啊！从这儿再到这儿，我只做一次啊。核心用力。哎呦！顾一哥，你没事吧？没事，失误。走吧。人生啊，是有话不多的。OK。So we know we did that. Get the two choices. That was that. This is where she gets upset. Okay.Yeah, I don't know what other story branches there are that I'm forgetting, but, I don't think there's anything here that... 哎，到了啊！Yeah, there's nothing here that...香啊！Yeah, we know that. 这水龙头是坏。I don't think it's in the beginning. 让风修一修。Has to be somewhere else that I'm missing here. Let's go back. Oh gosh, it makes me want to finish this. Okay. One.Let's return to stage. Okay, here it goes. Gives it two choices, the branch, branch here, goes to here, branch here. One, two, three, this one right here. This is the only thing I can think of.We did the abstract style, we did realistic style. I think we did both of these. Or all three of these. Yep, all three of these will lead to this. All three of these will lead to this. Here, but I think we're pretty much good. We'll start off with three for the next one, but
I know there's something I'm missing here, but anyway, we'll continue for chapter 3 tomorrow. Take care. Bye-bye.